个外浪吗？什么心态？站着讲，他被撞吧？不会吗？不会的。那你把东西放在上面，他去撞哪？我问一下。拿个纸巾啊。哎，我要很多一个那个。那个飞机啊。鞋子。那他今天干嘛？被撞。怎么撞？我也不知道。不会撞，那是先把它贴上去。那你是没加好。那人家在网上叫我，看看他那名字，哪里的？不一直没撞吗？那他这个人是空的。不准我笑。都会教你的，你这个纸巾不行，要那个那种硬一点的纸巾。来，他们推在中间不会摇吗？哎，那么好。